你有冇谂过四连环其实可以好容易中嘅咧？可以接近全中，我唔系讲紧 pace， 系最难中嘅四连环。我哋十场中咗六场，最尾赢钱收场。喺啱啱举行嘅投注改进课程入面，现场观众系疯狂声飞过嚟俾我哋，电话响个不停，由100蚊赢几百，去到5000赢30000几嘅，乜嘢飞都有。有兴趣嘅我摆出嚟，大家可以自己睇。值得一提嘅系咧，人人都以为自己识睇云数据，未到之后，我发现原来有一半以上嘅人其实系唔识睇啊！中咗头场，我先听到大家细细声喺度讨论，点解闪耀威龙明明交叉咗，都需要拖埋或者攞嚟做胆？中完第四场，先啲人走嚟问我，点解大冷门不推荐嘅亚福德宝需要拖埋？我就知道大家系识嘅，但系绝对识唔晒。其他飞咧太多啦，铺部分喺度俾大家睇。重点嘅系你需要上嚟投注改进课程，我会将你以为自己已经 100% 识嘅嘢，用一堂嘅时间将佢推到 300%、400%， 而你嘅长期盈利亦都会跟住增长。嗱，讲明先，如果你自己贪玩买其他嘢咧，咁另一件事 ，OK。但系如果你以为自己识晒，你嚟到我会话俾你知，你可以识得更多，可以赢得更多。咁右上角呢条链接报名或者 WhatsApp 打电话嚟5536-1016就可以㗎喇。我哋逢星期六或者日有马跑嗰日嘅赛事就会开班，即时同大家实战。嚟緊嘅会係11月17号同24号。之后风雨不改，逢星期六日有马跑嗰日赛马时段开班，上堂见。